抗议逃犯条例，支持反送中的香港青年彻夜搬来路障，甚至用大型垃圾箱当工具，堵住通往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的重要干道，要全力阻止主权移交22周年升旗仪式顺利进行。许多示威者自备头盔面罩，更在路障旁架起伞墙和港警对峙。紧张情势不断升温，港警也在清晨发动清场。手持警棍盾牌的港警冲进民众设置的路障内，除了驱赶抗议民众，还逮捕示威者，双方还不断隔空叫阵，港警民众紧张情势一触即发。港府一意孤行，引发香港民众反弹，不满民众走上街头抗争，冲突一时半刻恐怕难以平息。三立新闻为您报道。